一张椅子接受采访吗？我们现在已经做得很端庄了。拍戏的时候会不会老笑场？每一天都会很想快点收工。对，最关注的就是收工之后吃什么。对对对，同属一公司，一年之内两次合作，阿萨杜汶泽两人正如电影《超级经纪人》中的关系，已经属于最佳拍档。而要说这吃货二人组中最中意的菜品，竟然出自这位大厨。我喜欢吃他煮的东西。上次煮什么？大虾牛排，还有白酒。白酒不是我煮的啊，是我带过去的啊。对对对。朋友里面谁最能喝呀？啊，焦挺能喝的。古天乐能喝，他能喝的程度就是人内在没有办法阻止他。把你喝倒过是吗？每一次。最不能喝的是容祖儿。容祖儿喝完的最变态，偷看人家电话，偷看人家微信。别看如今的阿萨爆料起好友囧事来毫无顾忌，刚出道之时他却因为工作原因鲜少有机会与同事交流，甚至前三年的时间他与好姐妹阿娇也都处在貌合神离的状态。身边有很多人就常常比如说在他面前讲我那样那样，然后女孩子都是这样，对，在我面前讲他那样那样，然后我们又没有时间去解决，所以慢慢心里面就会有好像有一条刺那样。不同于 Twins 刚刚出道时因忙碌而淡漠感情的状态，杜汶泽的出道之路则是相当励志传奇。我有试过，真的是这样，同一个剧里面当了三个角色，再见艳阳天呢，在头几集的时候就当一个圈文，中间呢就当了一个打手，然后呢后面呢就帮了一个日本兵。